哇，你咱端午节还搁做伙呢？哦，咱搁来包肉粽。好，咱搁做伙来包肉粽，好不好？阿妈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周同心，哎，辛苦辛苦。我就听讲阿妈，昨有去注射吼，唔知讲，注射了有啥物反应无？所以我要甲阿妈敲一个电话来了解一下，看阿妈有啥物无爽快的所在。无啦，一点点啦，一点点啦。12点我就困去啦。哦，安尼哦。我较爱困啦吼。我早上还过种菜咧，安尼吼。还好。有勇气，有勇气，看到阿妈咧，足欢喜的。我较民族的人，爱赶紧去做，真需要。是。这个国家后摆才会强冠，哎，大家吃好。哦。后后边的护士、医生、等等这些官员，感谢，太感谢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是。阿妈安尼讲吼，咱爱未注射，遐老大人听着就感觉讲有信心会去注这个疫苗吼。啊，咱若老大人拢去注疫苗，咱就老大人就较安全，咱的社会吼嘛感觉较安心啦。都是咱的老大人吼，拢有注射较安全啦，安尼。哎呀，爱做的人爱赶紧去，放心是哦，无问题啦，慢慢的零零。谢谢。咱台湾的从容乐观的幸福的大家庭。是是是，这段时间大家拢足打拼的啦，吼。真紧到啊，阿妈真关心。是是是是，我嘛足关心阿妈的啊，所以阿妈也是爱保重啦吼。虽然讲你足勇敢的，你嘛也是爱保重啊吼。啊，看到阿妈呢，我足欢喜，阿妈希望讲咱全台湾所有的老大人拢会使像阿妈安尼，大家拢去注射吼，啊会使安全。啊，咱的社会嘛，感觉讲，咱的老大人拢有保护着吼，啊，咱感觉拢足安心的啦吼。总统辛苦了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明年咱端午节还搁做伙呢。好，咱搁来包肉粽。好，咱搁做伙来包肉粽，好不好？欢迎总统哦，来做两件。谢谢。保重哈，谢谢，赞，拜拜。谢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